哎呀，我发现动不动就坐，好像一碰到那边就好像被掐住的感觉。哦，发现天上了，那个人站在那个云下面戴了个帽子啊，他的上面还有啊，还有一个人呢，比他更高的地方啊，看着下面呢，好像就天外有天的感觉了。就现在你在现在这个位置啊，它上面还有个人，还更高的，更高的，更高的看到。那更高的看到上面更高的还有啊，再往上还有，再往上还有，再往上还有。然后说了一句话，哎呀，说我啊，是从最高的天上一层层下来的，一层层下来的，一层层下来的。所以啊，你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上一级的就一直看着下面，就护送着看着下面一级啊。再看到下面一级，再看到下面一级，再看到下面一级，再看到下面一级啊！他说：“你现在到了地球是最低级的地方，最低级的地方了，到了。那高级的那些人送你下去的人呢，一级看着，一级看着。其实有的看到的人呢，是你那个前世的老婆，真的。他有点不高兴了，但不会不是致命的，只是一点不高兴，只是一些不高兴，暂时性的，暂时性的。”他希望你啊，以后能够完成任务一个完好无损的回到最高级，明白吧？他好像那个一个一个层级，就是地球是最低等级的地方，所以哎，这通过原来操作还是能够回到高等级的地方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原来在比我高的一个地方在看着嘛，你的上面还有，那个上面的高的上面还有，高的上面还有，好像那个。到地球来也不是，因为差距太大，不是一下子飞过去，好像一级，就像那个，就像一个在增压舱里边出来的时候，都要一级放减压这样来的。所以每次减压的时候有人观察好的，不要出意外。每次减压的时候观察好就是来投胎到下一个层次的，每次都有人观察好的，又每次都有人观察好的。所以呢，人家在关注的这顺便就把这边称高了一下，也没有什么致命的地方。说是这个我。哦，是吧？他们又交代了句话，就是吧，完成任务以后，赶紧回到最高层的地方。完成任务以后，赶紧回到最高层的地方。哦，这个结束了，这个结束了，现在轮到你啊。